差距仍然很大，中美俄航空发动机工艺之比较。空心叶片肩负时所使用的钛钴发动机细节工艺，中国国产钛钴发动机装备，钛钴发动机与俄制发动机的对比，钛钴发动机生产车间肩负十 B 配装 WS 十 B 正批量生产。央视曾曝光的钛钴 WS 十 A 发动机生产车间，中国钛钴发动机生产车间作为飞机的心脏，航空发动机被誉为工业皇冠上的明珠。